通会在云端上。那这个云端白板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程式复制贴上，可以拿来应用。那未来好像有些程式即便你一下没办法记熟没关系，但是你要记得有一些范本，因为有些东西都会一样嘛，那你就要把这个范本拿来做修改。不然有些时候你要回圈，忘记怎么打了，对不对？然后里面 sales 忘了，没关系，你参考这个范本拿来改一下，因为工作里面很多地方都相似的，只是说你可能要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或者那个数字头跟尾不同调一下就好了。OK， 所以慢慢要习惯，那尽量找时间练习，而且要找范例，范例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你可以自己稍微变通。那如果实在做不出来，想一下，我想你应该可以想得出来啦，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复杂嘛，说真的没有几个字，但是你就是要懂那些物件，比如像 sales 它到底是什么作用，其实就输入结果而已啦。好，那再来就是说呢，如果我希望把它改一下，改成什么呢？改成就是说，当我插入一个自定函数的时候，这个手机有没有，我不要用什么呢，三个，我要用一个就好了。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吧，引数就不要三个，一个就好了，叫什么呢，叫手机业者的范围。所以我就范围刷一下，一次给我三个。可是问题来了，那你给我三个我怎么切割呢？特别注意哦，切割方法很简单，三个嘛，那我就切接。那在那个Excel 里面其实类似啦，像 Sales 先列在栏，所以如果我今天把那个东西先给一个 A 好了， A 的一个引数先丢给他。那如果说我今天呢这个 A 里面有三个，那我怎么切割呢？很简单，先列再栏。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要从这个里面有三个切，就 A 刮弧一之一的话，一逗点一就抓到这个，这个的话是 A 一之二嘛，那这个的话就 A 一之三。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切割出来了。做法我试一试给各位看一下。如果我要把它变成叫什么手机函数，那我改个名称吧，我直接拿这个来做修改就可以。所以 Ctrl 键按住等于复制贴上，这个名称叫手机范围，因为那个方选名称特别注意呢，不能够完全一模一样，它不允许一样的名称，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改。然后呢，把后面这个本来有三个引数把它变成一个引数加一个范围好了，就是意思就是你给我那个电信业者的范围三个嘛，刷一下三个。刷过来之后呢，那可是问题我必须用什么呢，用一个 A 来切。假设这 A 的名称呢是自己定义的，你取 B 也可以啦，不过我希望用 A 指的是 array 啦，就阵列。等于什么呢，等于他给我，所以呢我就等于后面拖拉一下不过你一开它错了，因为后面没东西，拖拉加一个 Ctrl 键表示复制贴过来，意思就是说呢，使用者刷了三个东西给我，那我就把这三个东西先放在 A， 所以 A 里面会有三个东西。那后面我怎么把它做切割，很简单，第一个是 A 刮弧的一之一，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什么 A 刮弧的一之二，所以我可以拿这个拿来做这边修改一下，再 Ctrl 按住然后呢把这边改成什么，改成二，一之二嘛，前面先列后面再栏，这个范围里面的同样的第一列，因为只有一列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再把这个再复制过来，然后把它改成什么，改成三，然后后面这个的话呢把它拿掉， OK， 改完了，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啦，并不复杂那再来我们来试一下，所以基本上它会给一个范围，我就把它丢给 A， 然后再切开了，好，试一下再来的话呢，我们产生一个手机范围的方选然后这边插入一个使用者定义，有没有出现了范围出来，按确定。那特别注意呢，它会告诉你说你给我一个范围那我就选，因为只有一格嘛所以刷的时候呢它会刷三个，这个时候其实是刷一个范围而不是刷一个储存格。那你会发现呢，刷过来的资料在 Excel 里面它会用什么来表示阵列呢，一定是大括弧中间加逗点，这个叫阵列或者叫范围。OK， 所以基本上在Excel里面呢就大概就这样，然后呢做切割嘛，切割完之后的话呢它会返回去，不过你会发现好像有个错误空的，为什么空呢，刚刚有没有发现一个错误，确定有没有，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个地方有错，哪里有错呢，我刚刚有讲过这个名称跟这个名称要一模一样，那我刚刚拿这个来复制贴过来，可是我忘了改一个地方，什么呢，把这个怎么样也要改成什么手机范围，不然名称不同它会漏接他想说那我要丢给你你怎么名称跟上面名称不一样，所以它会漏接，有没有 OK 资料就漏掉了 OK， 所以怎么办呢，很简单，把这个
Ctrl 按住，然后呢把这个 delete 掉了，或者直接 OK 好，这个一定要，否则的话资料会错误，把它执行一下，看一下结果，再一次执行，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会发现资料是正确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从那个底下这边看一下，如果是 OK 那表示没问题，确定向下填满，也结果一模一样，所以这里的话呢，未来如果它这个资料是连续的话，那就有可能是需要一个范围就好了，不然的话如果你同时很多栏，那你要一直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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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这样很累，所以呢你怎么样可以去把它变成一个范围，那重点，第一个你把这一段复制贴过来，但是记得哦，你这个地方我大概改了几个了，贴过来这个一定要改，下面要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引数的话本来有三个变一个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丢给 A 的话呢用这样的方式做切割，好，试一下好了，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好，试一下。那如果你程式打得比较慢的同学也不用担心了，你就从云端上面先拿来复制贴上，好，这个东西记得一定要再花时间自己要打那个程式，因为未来我们的程式都是从这边衍生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熟的话以后打程式就很快了，也就是你可以看着你到底要想要做什么什么结果出来，其实有时候就看大概就可以知道写什么了，这些都不是死的东西，都是活的，OK， 所以请各位务必就是要熟悉一下刚刚